现在就是家长去挑，然后好的时候在那个柜台旁边这边排队，我们就进行完结账的动作。好。要结账喽，要给买单喽。拿单子。来。你跟姐姐一个篮子就够了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哇，吴昕，你也拿一个。啪啪啪。你要选哪一个？是篮子的。不，你也给你一个。拿一个就买单了。哦。吴昕逸，你要来买汉堡呀？一起拿一下，一人拿一边啊。哦。看这里，然后脸上。一二三。你们看，看转转。转转。面前面。哦。来喵。好，吴昕逸，你要买哪一个？要买这个雷根糖哦。我觉得好热啊，我也想买一个耶。我买一个无糖绿茶好了。老板，我要买一个这个。放在这里。对。然后嘞？哦，然后你要买什么给妈妈吃？你要买咖啡啊，妈妈的咖啡，这个太多了啦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上面，你看妈妈要买哪一罐？哇，我们要买哪一个呢？你要去我那边拿，我那边有六瓶。那里。因为我看有，我是大小朋友了。买别的，买给妈妈的好不好？哇，买这么多，啊，还有那个热狗也要结账吧？好来，那这个好不好？我们，哇，要结账了，要排队哦。要排队，要结账，来我这里。哦，依依在这里。还没，里面有人，等一下。在这里排队哦。那热狗也要过拿过来结账吗？热狗不用。哦，你等一下要帮客人结账哦。对啊。对啊，就像那个妹，哇，你像那个姐姐一样。咦，你看那个姐姐一样。排队了，排队。啊？哦，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 ，B。你等一下也要 B 哦，要结账哦，哈，才可以买。哇，有人买金苹果哎，你要喝金苹果吗？我帮你拿一罐好不好？还是要喝多多。你不要偷在，那你不要偷在下面哦。好，给你喝一罐金苹果吗？不要了。好，那就不用了吧。哇，那里有姐姐在结账。你等一下排队排好就到你了。一起啊。一起排队。对啊。那我也一起排队啊。哦，啊，如果一人家说老板我要买一个麦当劳怎么办？这哪有麦当劳？哦，这里没有麦当劳，对。